最近一间声称香港制造的老牌腐乳，原来是一直由内地进口的白腐乳，再在香港加工出售，引起大众哗然啊！香港制造一直都是信心保证，究竟我们怎样可以确保这样产品是不是香港制造的呢？其实香港制造、香港出产等词是没有明确的准则的，但是有类近的官方证明，例如可以看看它有没有香港产地的来源证 CHKO。 根据工业贸易署，货物必须在本港经过制造工序，永久及实质地改变了原材料的形状、性质、形态或者用途，才可以获得这些的来源证。适用于香港天然种植的产物或者香港制造的货物，亦有产地的来源加工证 CP， 证明有关的产品曾经在香港进行过若干的制造工序。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要求的，例如果酱、花生酱、碾磨、压碎、调味及混和，四个步骤必须在香港进行，普通的稀释、装樽就不算是重要的工序了。至于糖果就是混和、加入香味、煮沸及塑形，向工业贸易署申请之后，再由海关视察工厂，核证资料后由工贸署进行登记，不是求其话自己是就可以申请了。除了以上的认证，根据商品说明条例规定，不可以在营商的过程中对货品作出虚假或具误导性达关键程度的陈述。出产在字义上比制造宽松，所以说是香港出产构成罪行的机会是相对较低的。不知道大家的心目中觉得香港制造要有什么条件呢？